桥解千年往事，渔樵一曲高歌，乌飞兔走急如梭，眨眼风惊雨过，江南秋雨寒客，英雄铁马金戈，争名夺利又为何，必有收音结果。三个月前，号称江南第一镖的四平镖局，一趟极为重要的镖在商山坪遭了劫。赶月鞭、罗刹刀、牙枪、铁化银钩，都是黑道兵器谱上前十名的存在。出手的正是绿林中隐退多年的前辈高人商山四号。上一次奇迹亮相已经是多少年前的事，镖在人在，护镖的镖头和镖师列阵护镖，可是一个照面就被四号重伤。就在这危急时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下等镖师终于拔剑出鞘。惊天动地一战中，石飞我的独门兵器竹片剑对得上是锋芒毕露，参差子母剑两剑便是两块磁石，在石飞我手中变化出多种形态，出奇制胜，正可谓是一剑挑四号。声明副长，还真没规矩，爷爷说书的时候不要打断我。我们回家吧，爷爷。在家第一次听老丈说书，感觉甚为有趣啊，斗胆留老丈再说上一段。我爷爷倦了，大叔说的没错，江湖人都口是心非。浪说曾分包书金，谁人变得伯牙琴，
既然局主想听段书，那再说一段也无碍。不知局主想听哪一段？我就想听这位姑娘刚刚口中说的大叔。实非我，第一次见到大叔是在西湖边。正值西湖河灯会，我陪月华和红烧二两位姐姐泛舟，他们都为了一睹苏公子的风采，我看不见，却无比好奇苏公子身边的他。就图一个痛快，大丈夫在世就刚。我对男人的了解都来自爷爷的说书故事，后来我总觉得大叔就是从故事里走出来的人。他像西湖那晚的风，吹入我的世界。青山不改，绿水长流。醒醒，后会有期。醒醒，好大的汗水！可不是嘛，吓得旁边都不敢坐人了。这老板担心他没钱付账，就让我过来问。这不问倒好，一问直接倒头就睡。他的酒钱我替他付了，就让他躺在那儿吧。哎，好。芊芊，你认识他？我记得他。有时候啊，我真怀疑你什么都能看得见。就是因为看不见，所以才记得。哎，爷爷拿公事去还钱，你却把钱给这酒鬼。是你说的，酒鬼都是有故事的。爷爷说书的段子都是武林传说和秘闻，爷爷说自己讲的都是真事儿。可我听过太多次后，越发好奇，越发崇拜，最后都变成了质疑。我总是想，江湖上是否真的会有那样有趣的人？我甚至会去憧憬，和故事中的人相遇会是什么样？一个酒鬼也不错。别人都说他是一个没出息的酒鬼，可我知道，大叔不一样。半年后，他果然成为了爷爷故事里的人，一剑挑四号，整个杭州城都在讨论他。丫头，是你帮咱家付了酒钱。大叔，以后酒钱自己付。咱家有朋友了。大叔，你叫什么名字呀？石飞我。好奇怪的名字。一个名字而已。你明天还来吗？你唱歌我就来。他到底是来喝酒还是听我唱歌？一个普通人。普通人长什么样子？好长的胡子。懒得刮。是哪？
空，完美。你带一个瞎子看星空，是不是太缺德了？啊，大叔，你带我来这儿，就是想换个地方喝酒吧？不是。这是星星，现在就在你手里。星星，看不见，就总会想去看。你会看见。是我四平镖局的开国大会，在座的除了我镖局的自家兄弟之外，都是道上的好朋友，我们就大口喝酒，敞开吃肉。好！我四平镖局能够纵横江湖30余年，都是道上的朋友们多多赏面，希望日后大家继续不离不弃，护佑我们镖局的各位兄弟，为我们四平镖局出生入死。在此司空平拜谢各位。这就严重了。开锅。同志，这是何人啊？来这里的无非就是想疯狗肉吃。大家虽然没见过此辈，但却早已经听说过他的大名。原来是一剑挑四号的英雄到了，那我等今日可是三生有幸了啊！这商山四号每一号都是江湖上排得上名的大人，竟被你一人送。敢问十兄弟师承何门？江湖浪子，无门无派。十兄弟也想分骨头？可以吗？当然可以。我四平镖局的开国大会意在能者吃肉，只要有本事谁都可以吃。分肉可以，但总得讲个规矩。怕我跟你抢总镖头？得说道说道。承让。四通飞刀啊！
果然英雄了得。师兄弟，好身手啊！司空君，我已经吃上这口肉，按照规矩，师兄弟不必多言。四平镖局是个讲规矩的地方，大家能在一起吃肉，就是自己人。老夫也自然会给你一个说法。今日起，石兄弟便是我镖局的镖头，与众位镖头平起平坐。石兄弟，你看可好啊？承让，承让。大叔好像不开心。你怎么知道？你真正难过的时候是不喝酒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也成为了自己最讨厌的人。讨厌的人？对，跟路边抢骨头的野狗没什么区别。大叔，我不要你变成一条狗。如果我不是你想要中了，也不是你爷爷书中说的那，你会嫌弃我吗？大叔，你蛮好的。那我带你和爷爷离开这里吧，我带你去治好眼睛，然后我们去看大海，去看雪山，去看大漠，找一个远离江湖的地方，明日就出发，可好？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能看见一样，天心的皓月，楼外呢喃的秋风，远处的点点灯火，身外的尘嚣俗躁，都一下子变得那么遥远。天下间，仿佛只剩下了我和大叔。可是那天晚上，我终究没有勇气去回答大叔。小地方来的，没什么规矩。お前は宝をどこに隠してやがる？それはお前のものではない。死にたいのか？お前は誰だ？一斉にかかれ！お前は誰だ？一杯加えてみてえのか？我想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这么难吗？石兄弟，救人！石兄弟，你没事吧？你怎么会惹上扶桑人？陈年往事了，不提也罢。这么说来，石飞，我离开杭州前，那些扶桑人都是来找他的。你知道的应该比我懂。那日在开国大会，他虽然刻意隐瞒自己的本门武功，但是我仍然从他的功夫和武器上看出那是扶桑的二刀流。现在想起来真是居心叵测。是啊，操的，很奇怪。原来那石飞我是扶桑人。大叔不是扶桑人。你怎么知道？我就是知道。哎呀，咱们都是来听故事的，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呀？
姑娘，难道你就不想知道他是谁吗？我也想知道他到底是谁。一个月前，我四平镖局委托了一单镖给石飞我押送，大家知道这一单镖押送的是什么吗？石兄弟，请。这个世界真是奇怪，你想要的人家不给，你不想要的又给你送了。石兄弟，当真舍得这江湖？浮华若梦，有何不舍？石兄弟，老夫知道你有一位红颜知己，叫浅浅，可惜是个瞎子。石兄弟，请。司空局主，此言何意啊？我有办法医好浅浅的眼睛。局主，有话直说。好，石兄弟如此爽快，那我就直说。镖局里有一趟镖，你要是能护得了此镖，四平镖局必将心服口服，奉石兄弟为总镖头。如何才能治好浅浅的眼睛？老夫与那诡异杜仲有交情，可以为他换一双眼睛。你可骗过我一次。石兄弟，你知道我这次要你押送的是什么吗？有什么关系吗？神龙令。在哪儿？川西打箭炉。那首歌我听过，是别的女孩子唱给你听的吧？大叔留这么长的胡子，就是为了让别人认不出你？我信不过别人拿刀对着我脖子。那你就不怕我伤着你？这不是刮得很好。丫头，嗯，我要出汤圆了。大叔，那晚说的话还算数吗？我以为你忘了。我现在回答你，可以吗？等我回来。要去多久？
短则半月，短则半月就好。我哪儿也不去，就等大叔回来。如果我知道大叔这趟镖是为了给我一双眼睛，我一定不会让他走。现在看来，此子狼子野心，老夫所托非人。却不论石飞我是不是扶桑人，但这镖押的可是神龙令，这分量大家都知道，所以不是老夫欺凌弱小，而是实在要为武林要个说法。要什么说法？不就是想用我们引大叔出来？记住，和他们废什么话，直接带回镖局，等那个姓氏小子来叫人。秦局长，怎么说大家也是老相识，这是何道理？司空局主，你得在来了我的地方，老子好心好意的去接应你们，你们呢废了老子的嗓子疼。今天那笔账我们该算一下了吧。秦烈，难道老夫不知道你打的是什么算？当年神龙令的出现，就是为了阻止天罚剑祸众生。只可惜啊，神龙大侠早已现有，这个江湖依旧还是那个江湖。200年前，一柄邪剑天罚出现，江湖上门派势力相互厮杀，一时掀起了血雨腥风。江湖上人人欲夺天罚剑，称霸武林，号令天下群雄。为了阻止这场武林浩劫，一个少年横空出世，夺下了这把天罚剑。他与天下群雄约在这峨眉金顶之上了结一切。那日佛光出现的同时，那个神秘的少年龙一终于出现。少年龙一以一对群雄，最后击败天下高手，阻止了这场武林浩劫。龙一最后拿出一块玄铁令牌，此令名曰神龙，与天下英雄约定，见此令，神龙门有求必应，专管这武林之中不平之风波。石兄弟，我准备了一车药材，为了掩人耳目。这个东西带在身上不会安全的。那即刻返回，越快越好。原路返回？不，走最偏最绕的路。
州镖局的朋友来接应咱们了。不是说了不要叫人吗？石兄弟，野镖手没经验，也许不知道。出门在外靠的是朋友，镖局之间互相帮助，这是情义，也是江湖规矩。如果不是朋友呢？镖局四海皆兄弟。石兄弟都虑了，进了藏区以后，要是没人带路，很快就走丢了。走，韩四的，久违了。啊，兄弟伙们，咱们崔老短辛苦了，去。有劳了，跟上。去。进藏区，你怨什么？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你们加州镖局连江湖道义都不讲了吗？狗屁！江湖道义，随他娘的都不是莽子。今天要不你们告诉我车里头装的是啥子，要不然一个都不要想走。金林，你糊涂！现在马匪来了，就算你捡了镖，我也到不了你手里。他们早就和马匪勾结好了。哎喂！是一箭挑四号的是非我吧？此路同行不同心也就罢了，没想到江湖人心竟如此险。少废话，今天要不交出东西，要不然老子跟你死难活。石某性命，石某却无意杀你。你想咋子？此事细末，我不会和司空去说言语，一切就当未发生了。江湖在前，走！官职之仇，老子还没有找你算账呢。今天你他娘的要把劫镖的死盆子扣在老子的头上，逮到石飞我自然见分晓。用不着，来嘛，我们手底下见真章。秦局主，招子放亮一些，看看周遭，免得打了眼。今天是我跟他的恩怨，用不着别人插手。铁锁神捕，六扇门的人什么时候也开始掺和江湖恩怨了？关门中人不涉江湖，今日薛某有要案在此，各位朋友请个方便。江湖恩怨
蝇营狗苟，我等免不了俗道也罢了。没想到六扇门的捕头在的同时，七杀山庄的庄主百里无赦也露面了。薛神捕的目标可不是老朽啊。捕快没有权利选择犯人。我一人不代表任何人，只是一个总黑发人的白发人。百里庄主，久违了，别轻举妄动。杀人偿命，原来杀手也懂这个道理啊。司空局主，杀我儿子的人在哪里？留神李靖画板，把和尚，吼！找些柴火准备生火。哎，看我干啥呀？四处看看去。这八朗山路的后半夜雾气很重，寒冷刺骨。一会儿我叫人拿火把地烤热，再铺些干草，睡着了就没那么难受。有劳鲁大哥了。师兄弟客气了。风雨的路人最难躲的是这巴蜀夜雨，都是避雨的，无妨。多谢。请问兄长，引火带着刀剑做什么生意？你也背着刀枪做什么生意？我以长息之人，这花枪不了你的眼里。萍水相逢便是缘，自便。说来就来，歇会劲儿。这荒山野岭一介破庙，日后就成了你的。那我说你了吗？我说的是雨。荒山野岭的装神弄鬼，老爷何至于此。哎，兄弟们，哎，兄弟们，外面的雨太大了，哎呀，我就找到一户人家，就弄了点粗粮。石镖头，你吃一口。啊，我这还有一壶苞米酒，虽然酒也不好，但是吃点能御寒的。石镖头。放着大路不走，偏要走着偏远小路，活受罪。
哪位客官要吃担担面喽？老头儿，别来素面啊，有点肉馅儿，清汤挂水可没法吃。要得，你等着啊，马上就来。在门外等你。やっと見つけたぜ。長い時間をかけてお前を探してんだ。もう逃すに。想杀老子的人多了。就你们，一起上吧。克鲁塞。一把杀人无影的青玉流，是你救了罗大人，杀了这些扶桑人，也不全是。这个小姑娘也出了不少力。苏兄专程从杭州来找石某喝酒啊，
我这个人从来不爱占朋友便宜，刚刚你解决那帮扶桑人费了不少力气，我也出些力帮你解决些问题，一会儿我要杀你也算公平。费先生，今晚的事儿不用你插手。走吧，走吧。此刻，我应该称呼你苏兄，还是称呼你七杀公子？艾迪少城，你为何叫自己石飞我？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自己。那我比你强，我还是叫苏少友吧。这是我曾经很重要的一个人给我起的，对于你我而言，一个名字就是一种人生。杀石某的活是苏兄自己选的，难道你这一生都是为自己而活，为自己拿剑？人啊，最无奈的就是没有选择。但这一次，我答应了一缕云，要回去。今夜你我，总有一个人要解脱吧。拿起你的剑吧，千万不要手下留情，这样我会很不开心。是石飞我杀了我儿子。我和镖局的人和在场的所有人都亲眼所见，是石飞我的剑刺穿了七杀公子的胸口。天不佑，我儿长生，奈何。百里庄主节哀呀。今日我要的是石飞我的命，旁人无关的都走吧。百里庄主，你未免也太霸道一些了吧。哪个晓得你是不是明道为你儿子报仇，实际上是为了得到你神龙鳞。百里庄主手下留情。该留情的应该是诸位呀、啊、神龙令也换不回我儿子的命吧。请诸位不要质疑一个父亲的心。听说你能等来石飞我。老先生，我替大叔还你儿子的命，可好？啊，不着急，不着急。今夜他不来，我就只好杀了你。为什么你们都不肯放过他？石飞我是我的犯人，我一定要带他回六神门。你管得了吗？
朝廷不想管的事情由着你们闹，朝廷想管的事情就一定管得了。他杀我儿子的事儿，你打算怎么管？你们可知道为什么那些扶桑忍者要来找他？这个世界上只有他知道七海贼王那富可敌国的宝藏，事关江山社稷。你们想跟朝廷作对啊？一笑盘动九十城，那是三年前的事儿。纷乱的南海七岛，盘踞着海盗和倭寇，他们被一个叫萧谭笑的男人统一了起来，自称七海贼王。这七海的财富被萧谭笑搜刮囤积，成了惊世的宝藏。朝廷自然无法坐视这股海盗的猖獗，参与了那场海战。在神龙大侠龙八的带领下，官军武林人士对贼寇们进行了清剿，是一场惨烈无比的战役。一代枭雄萧谭笑也被龙八诛杀，可是传说中的七海宝藏却无人知晓。七海贼王虽死，可宝藏的秘密却被这个石飞武带走。扶桑人一直觊觎着宝藏，所以才会跟踪他来到中土。这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朝廷此刻需要这笔宝藏，所以石飞我断然不能在这个时候死在你的手里。那我儿子的命怎么算？朝廷律法自会给你交代。如何信你啊？相信你们也收到了那个人的信。石飞，我今晚一定会出现。标的图大家掰了吧。师兄弟，你这是何意？这趟标太凶险了，再走下去我们都会死，但我们非去不可。你不会是想一个人拿着标跑的吧？在镖头，石某下次再难顾你的周全。石兄弟，石兄弟，没有意义，我不想你们陪葬，就这样。石兄弟，明日我陪你一起。落镖头，江湖再见。将何须做陈年，长生不必添假年。这位兄台很面熟啊，我们是第一次见吗？不重要，有酒吗？
不用缓和。管够。喝酒，不看喝什么，用什么。重要的是，为什么喝？和什么人喝？我猜，你喝酒一定跟我很像。你话可真多，我看你也不像读书人。叫什么？我都没想好自己还能是谁，所以叫什么不重要。此时非我。好，就叫是非我吧。我一直以为酒品就是人品。剑法就是性格和阅历，师兄这剑法甚是诡异，既有名家剑法，还有黑道路数和邪教痕迹，更诡异的是还有扶桑二刀流的招式。你刻意隐瞒自己的剑法，却暴露了你的人生。苏兄有何指教？师兄的剑法大开大合，只攻不守，想必是师兄性格使然，做什么事情都是不计后果，全情投入，但这样必然落下破绽，怕有心人不如师兄这一点。是人就有破绽，剑法也一样。倘若日后交手的人是在下，如果他日真遇见，我的剑法依然是如此。好，碰个大丈夫在世就当如此。长生的生活，我
已经不想了。苏少爷的生活，我也无法选择。你既然还有的选，就当我成全。我不用。这趟镖不能走，你的身份已经暴露，放马探路已经来了太多。沾了朋友血的剑也不能再用了，一剑未背，替我陪苏兄看看这青山绿水。得失不过两分意，巨流只随一寸远。上有言，言无空袭，有无空访。诸位是冲着石某来的，还是冲这个东西来的？谁来说个章程啊？还！你是冲人，还是冲货？我每日挥刀死白行，诸位竟是以斩吞命。你的剑呢？我找不到马剑头，狂妄的很呐！今个我就用这个刀柄子扇你那个耳光子呢！你可知道今日此剑拔出却在哪收获？知道，冰姬就是想让主人拔剑。为什么非要我？玩着你这么多年，终于都见面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石某未曾见过二位。余京南，我哋系武当清风道长坐下嘅徒弟，今日我哋就嚟清算一下十年嘅恩怨。阁下不敢拔出这剑，是不想以真名见人吧？我以为我是谁，只是我自己的事，没想到对你而言那么重要。获罪于命，天罚也。相传，这把200年前引起血雨腥风的天罚剑，被龙一带到铸剑峰顶，封印在藏宝石中。百年藏剑，剑气有灵。沉水的天罚，化出一女婴，被铸剑山庄收养。此女寡情少言，取名冰姬。
剑有灵，会则主。老夫有幸参与了6年前的明剑大会，那天的朱剑锋石破天惊，剑法重现人间，所有人为了这柄邪剑打得不可开交，却不想剑法剑被一个叫于金兰的白衣少年拔出。领剑法者，发人罚己。于金兰中了魔，血洗了整个朱剑锋，那一剑老夫可是刻骨铭心啊。莫非那个死飞墨就是天发剑出于金兰？说起来这小子倒也算个人物，因为这天发剑被江湖各派追杀，直到武当派掌门清风道人出面与于金兰约在长安的一笑阁比试取剑。这清风道人乃是武林的泰山北斗，他担心于金兰这小子年少气盛，死在这复杂的江湖争斗中，于是他提出了与他比试，哪知这小子不识好人心，在比试前的酒中下入了化工散。可江湖上的事儿就是这样，就算明白也必须不明白。也罢，无非就是想替清风老道拿回面子，何须这般虚度。我要知道他是个背后下毒的小人，镖局里岂能容他？你我在江湖漂泊多年，见过更毒的东西。百里庄主，此言何意？大家各怀目的，与其藏着掖着，不如大胆地说出来吧。什么意思？老夫要的是神龙令，百里庄主想要的是天罚剑，秦局主想要的是石飞我的手指，薛神伯想要的是七海宝藏。放肆！本官乃朝廷主人，难道要与尔等分赃不成？老夫觉得司空局主所言极是，大家各取所需，把东西抢过来，然后按江湖规矩分呗。你是谁？为什么穿着这副铠甲？未来そうどうにか会えて会えた。少さん、俺たち兄弟たちは7つの海も駆け回り、楽な暮らしを知ったじゃありませんか。たとえ、ロコモンと新流門の人が喧嘩を売ってきても、場所を変えればいいじゃ。
なぜ我らを捨てるのですか？所以你就穿着我的铠甲，用我的名字继续做海盗。我らも飯を食うために。说起来也是我连累了兄弟。走吧，以后好自为之。交わりをやめてようにと夜を降りる明日でもわらここに隠れないと。兄弟たちの宝どこに隠してやれ。また剣を持てんのか。伤无主者客气，所有事似乎已经有个定数。原来我只知道剑灵应该有一个主人，冰姬只想跟在你身后。后来你说我不懂这尘世，冰姬以为主人懂，小心翼翼跟在你身后十年。听久了死肥我的那个女人是神龙门的人。当年我和龙八剿灭七海贼王时，龙八身边带着一个女弟子，
想必就是他。只是不知道这个龙九和石飞我是什么关系。这么多人愿意为他唱小曲儿，这小子就会祸害女人。凑这局的主人终于出现了。在沙漠时，我已经用琴声提醒你不要再走下去了。为什么我们非要这样见面？你这不是又救了我一次吗？你要是早说，把那些倭寇和海盗抢来的宝藏散给百姓们，我师父也不会伤我。那我的努力不就白费了？明吉是天发剑灵所生。鬼的剑等于杀了他。天罚剑力气太重，你会被反噬，成为嗜血杀戮的魔头。动手吧。我带天罚剑回山中，不再出事，绝不伤他分毫。我已经抛弃过他一次了。你带着他，江湖不会放过你，非要见毁人亡。好，你带兵急走，但是神龙令要暂借我一用，我要用它了结一桩事。你一定要这么坚持？对啊。王图霸业笑谈中，机关算尽，一场空啊。还去吗？去啊，这辈子我就想做对一次决定。这些年你到底都做了些什么？醉生梦死，早睡早起。此刻你到底是花错还是石飞我？此刻你是苏软儿还是龙九？罗镖头，任务完成了，这回到杭州就高升总镖头了。为何心中不悦？这一路上都是石兄弟在保护我，现在我们却拿他当挡箭牌，在下心中实在是过意不去。罗镖头不愧是江湖老何呀。老话说，兴家坚，赛神仙。这戏都演到我们这儿来了。罗镖头，看好货，千万别有差池。花公子放心，货在下一直带在身上。我真是太大了，原来这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你每夜都和衣而睡？没想到司空局主居然请出了花大少，在这儿玩螳螂捕蝉。这镖只要到了司空局主手上，谁送不都一样？这趟镖不同。我与司空局主有个约定，他许了石某一个不能拒绝的礼物，原以为他真诚待石某，没想到他竟然戏弄于人。大丈夫可以让人爱，让人恨，但不能让人骗，让人怜。石大侠，说起骗，也是你先骗四品镖局的。当初你找来商山四号来劫镖，配合你演了一出监守自盗的好戏，你真以为天下人就这么好欺？是你告诉司空平，你和司空老儿一起耍我。石兄弟，你消消气，这趟镖谁走还不都是一样？你们也许不知道我与这位花大少的渊源吧？今日这事儿，善了。我看你本来也不想善了，明明知道放了他那么多人的命，你却一定要去，去得罪全天下人。这全天下人能放过我们花家？这些年你又何尝放过我？当年你在酒里放话公子，害我被武当派的人追杀了，也是你干的吧？你在长安城沦为丧家之犬，最后不也逃回花家避难了？父亲原谅了你的年少，可你却……你跟你母亲一样。别喊了，全被我解决了。花大少，你家的功夫练得不到火候啊。神飞我是你们花家的吧？不错，是我们花家二少爷花错。那他惹的事儿你们花家都得管吧？司空局主此言差矣，此子早就在七年前叛出了花家。花大少，四平镖局的人说你是最后一个见过石飞武的人，本来大家应该到花府要人，你却要大家来这湖畔局，说今晚会交出石飞武。此言当真？一会儿自然给你们个交代。你就是他喜欢的那个丫头，跟他那卑贱的母亲一样庸脂俗粉，不过是个唱小曲的罢了。原来给大叔唱小曲的是他母亲。如果说让你为石飞我死，害怕吗？这样借我一辈子。好，杀死你，石飞我才能安心回花家。花公子，你什么意思啊？
今天见不到石飞我，你们花家可是要有大麻烦的。白丽庄主，你这是在威胁我？花大少，你可能还没搞清楚情况吧。今夜石飞我不来，这湖畔居你休想离开。我看是你们没有搞清楚状况吧。今天谁也走不出这湖畔居。好大一股忽悠哎！花家的独门火器轰天雷，没错，我已经在数日前把湖畔居九脚下藏满了轰天雷，只要我别费劲了，逃不出去的。居然用无残刀死封了门窗。我花家最有名的并不是武学，火器和机关术才是一绝。玉石俱焚并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啊，花大少休要动怒啊，咱们何必结下死仇啊？如果今天放你们出去，我花家才后患无穷。有什么条件你可以说出来。如果今天我和你们死在这儿，那威胁我花家最大的一股力量就没有，而我花家有石飞我在，你们谁奈何得了我花家？这笔买卖我怎么算都比较合适吧。大叔，你不该回来的。欺负我的人，都罢手吧，地窖里的火器已经被我解决了，你们要找的人是我，有事冲我来。刘总，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老子的事不用你管，
石某马上就要退隐江湖了，今夜过后，我与诸位再无瓜葛。你们要的东西就在这儿，我一次性还给你。今日会晤，恩怨搁置，是非不论。石某从此退隐江湖，你我再无瓜葛，就此永别。你真的要走？庄主是你，回去吧。此刻庄主还是你的父亲。我无法选择什么样的出身，难道连什么样的生活也无法选择？选择。你知道你刚刚选择了什么？难道你真的要一不错步步错吗？你能为华家死，浅浅为了什么？可以，我宁可把这个姓氏还给你们。你就是苏然儿家家。那是以前的名字吗？以前的大叔是什么样子？我不记得。我们会去哪儿？按照我和石飞我的约定，我们会去诡异杜仲的，让他给你一双眼睛。那他会跟我们一起去吗？我已经说过我要退出江湖，我也不想再和你争论什么。你是华家未来的庄主，你就有责任去承担这些责任。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我怕吓跑亲戚。你还算不算是个男人？你还算不算是我华家的子弟？你的雄心呢？你的英雄气概呢？因为一个低三下四的女人，你在侮辱浅浅半个字。回房。现在闯了那么大的祸，你让父亲怎么办？你今日放走的那些人，日后必是我华家的死敌。你怎么能？
你来了。这段时间很累吧？要是太累了，你就不要说话。其实你不知道，浅浅是能看见的。我能看见夜晚西湖吹过的风，也能看见你在我掌心放过的星河。我能看见大叔说的雪山和大海，更能看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真心待浅浅好。只是遗憾，明明靠得那么近，却看不见你的脸。这么难的决定，就让浅浅替大叔做吧。你回家去吧，有爷爷在，我很好的，你不用担心我，我以后一定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的。我是不希望自己成为你们希望我成为的人。走吧，处理完这一切，我只想做回石飞我。这，你以为你想做回石飞我？